Hello， 大家好，又飛俠啊！咁之前咧都同大家講過呢個 AJ 系列咧，就不停會出 Bread Color 嘅 Retro 啦。咁今次咧就終於到呢個 Air Jordan 1咧都出呢個 Retro 啦。咁今次個 Bread Colorway 咧 ，OG 嘅 Colorway 咧就會喺 Black Friday 嘅時候出喎。咁可能已經11月啦，所以咧我一啲都唔急同大家講嘅，因為11月有排都未到，咁亦都唔使咁早提大家。咁今次唯一特別嘅地方就係咩咧？唔係價錢，價錢都唔係平嘅，$160。咁唯一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話咧，今次嘅貨量咧係極大嘅，係前所未有咁大嘅貨量嘅。咁可能好似嗰時Jordan 11，即係45號嘅時候嗰個 Concord 嘅 Colorway 咧，就極大貨量，真係差唔多只人人都買到咧。可能呢只咧都會有近似嘅情況嘅。咁你見到 Release Day 係10月29號啦，咁即係 Black Friday 啦，跟住咧過咗可能12月10幾號。定廿幾號咧，自己又出呢個 Jordan 11嘅 Bread 喎，所以咧大家荷包咧一去到第四季咧，就真係出曬血咁樣啦。咁當然我覺得一代有一代嘅即係經典嘅地方啦，而我之前亦都 post 我之前自己嗰只一代，咁我自己真係都幾中意嘅，所以如果呢只出翻咧，我都會即係再入手嘅。咁今次咧就真係點都愛嚟著啦，因為我諗。都應該冇炒價啦，話咁大貨，所以我今次咧就決定買翻對我嚟著，不如加翻個適合嘅鞋墊啦。咁咧，大家都中意講波鞋同籃球咧，都喺下面留言啦 ，subscribe 翻 share 翻個 channel， 撳翻鐘仔收翻相關資訊啦，拜拜。